际知名品牌接连涉嫌辱华，继范思哲被之后，热销轻奢品牌 Coach 也被曝有辱华 T 恤。在其某款 T 恤上，北京和上海后面都跟有中国，然而在香港和澳门则是独立的一个板块，并未在其后加上中国 China 字样，而在台北 Taipei 后面却直接加上了台湾 Taiwan， 并与中国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国家名称并列。该举动涉嫌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在此内容被爆出后，其品牌代言人超模刘雯率先发表解决声明，并强调任何时候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神圣不可侵犯，自己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。据悉，刘雯自从2013年开始和 Coach 展开深入合作，不仅拍摄了全球广告，还有各类写真，包括看秀走秀等等。甚至在不久前，刘雯才刚被官宣为 Coach 的品牌代言人，刘雯在未通知 Coach 的情况下单方面发表解约声明，或将面临高额赔偿。据知情网友透露，按照刘雯一年150万美元的代言费用计算，他单方面解除合同将赔偿对方5-10倍的违约金，就算按照最低倍数计算，刘雯至少也将付出750万美元代言费赔偿。此外，再加上奖金 1.05 亿人民币后，刘雯或将付出 1.6 亿人民币的天价违约金。